员。好的，欢迎回来。啊，那么接下来这盘棋呢，就是程皓九段对小林光一九段。这两位棋手呢，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啊，也非常喜欢的两位棋手。那么小林光一九段，应该说在围棋历史上，日本围棋历史上，应该是这个有着里程碑的意义，我觉得。是的，那个中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对他小林九段也是非常非常熟悉，非常熟悉当年的日本的六大超一流之一啊。是的，曹老，如果让你用一个词形容小林九段，您觉得哪个词比较合适？就棋风啊？棋风扎实，扎实，嗯，确实是。是，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时候，或者说，其实还。就是如果再延伸出去的话，可能他对棋会下的比较简明，嗯，判断特别清楚。就是小林九段是说，大家说他没有短板，当年这个很有名的这个木桶理论是吧？啊，是说他决定木桶装水的多少不是他的长板，要看他的短板。是是是，所以棋风也非常的均衡。嗯，是的。好的，那我们也是先进入棋局。好，一边看棋一边聊。嗯。这盘棋是程皓九段的黑棋。嗯。那程皓九段和小林九段虽然年龄差距比较大，但是好像交手也蛮多的。查了一下资料，他们俩交手过正式比赛中有十次。啊。嗯。十局棋。那。比分比较接近啊。那还是非常多的。非常多的。是。对，比分其实是小林光一九段是稍微多一点，赢六盘，赢六盘，对，啊、哦，因为程皓开始能和小林光一正式比赛对上的话，应该是90年代中后期了，是的，是的，中后期，因为90年代中后期，实际上小林九段还成绩还是非常的出色的。包括像在中日天元赛，他们俩就交手过两次，也交手过是吧？各下过一次这个三盘棋、嗯，等于这个就下了六盘棋啊。双方各赢过一次，对，应该也是非常熟悉了彼此。是的，不过最近一次交手应该已经是比较遥远了，可能。嗯，对这两位棋手来说。其实小林光一九段，他的世界冠军，富士通杯、嗯，他拿富士通杯的时候，就当时已经45岁了。嗯，有就是九七年吧，九七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还是他的一个，应该是保持这个一流水准的这个时期啊。是的。哦、就现在这个，我们现在棋手好像比当年要淘汰率要对要快一些。这现在好像年龄出成绩的年龄，或者说是第一线的年龄要减一半左右了。说现在40多岁拿世界冠军，没有30多岁有吗？三十多岁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啊。有希望，但是好像也很难了。嗯，从现在趋势来看，嗯，大多数都是20多岁是最好的年纪。是早的比较早的话，像很多都是10几岁就拿到世界冠军了。嗯，像李昌浩啊、李世石啊，包括我们国家的范廷钰啊，都是十几岁就是。是的，是的，这个好像一切都在变快啊。啊，是，节奏都快了、嗯，是。好的，嗯，我们继续看棋。他是走的这个是吗？对，小飞。嗯、顶。一般，连片。其实、嗯、我们先说点三三，看来小林光一九段也是，对对对对，也是比较，他还是蛮用功的。我觉得小林光也算是蛮用功的一位棋手。不过这个连片这下法，在现在的年轻棋手中下的就比较少了。嗯。
这个就是现在的流行型。挑起来。这个是小林观音所擅长的局部定型。嗯。小林观音在他全盛时期的时候，他这个定型的决断下得特别快。对，是的，定型是这个他的成名绝技。是是是，他好像有很多人会在就是某一个局部。嗯，会在犹豫的时候，他是下得特别的干脆，觉得这样定型就是理所当然。嗯，那时候就是说，把优势转化为胜势，胜势是吧、嗯？这就是小林九段就是代表人物之一。对，后来的代表人物是李长浩九段。哎，就这两位其实是有是从棋风上来说是有点相似之处的。是的，是的，嗯。这个这两交换差不多也就这样吧、嗯、否则总是会有这个扳的。对。扳的话黑的其实要穿出来的。那么这一代、嗯、假如什么都不交换，白的这一代也都会有先手，所以早晚是会交换一手棋。这样双方都很安心。这。嗯、长浩这盘棋下的规模很大。这个右边对黑棋的模样啊也非常可观。一正。嗯。嗯。这地方小林观音是打吃力。挺接、嗯。对。逼着白棋做活。其实拖了退。嗯。哦，黑棋哇，继续扩张模样。哎，这盘棋好看啊！这个实地对模样的一个格局，这个有点像宇宙流了。哎，这个今天长浩九段是使出了武功正术的九段的这个绝技啊！对，大模样。当时在。日本六超的争斗中，这个武功正术和小林光一也是一场好斗。没错。啊、哎，小林光一被称之为是地铁流，地铁流对宇宙流。对。啊，今天长浩九段也是致敬了一下武功九段的宇宙流。好，那么对付宇宙流的办法就是打入，是吧？做活。嗯，现在白棋，这我觉得这个打入，这个打入好像不是那个，不算太严厉。打入的话，往要往这边还不够狠啊。对，因为这边是应该是有个二路，我觉得应该是往这边打。对，那边已经是有这个漏风的地方了。对，直接打到这里来。这个，我对这个小林光一这几手棋后面的，尤其是后边的几手棋是，真的是。表示一下疑问，有些温柔了是吧？嗯，他这样就满意了，并且是跳过。嗯，这个，假如这样就满意的话，他先冲一下，对，这样就满意的话，这个白棋啊，黑棋太容易下了。哎呦，那这一串交换，并且这个地方小林光一，你看，这个是他全盛时期的绝技，现在的痕迹在这手棋中也体现出来了。这个地方可能很多棋手是不见得会马上去定型掉的，对，因为一会儿下也是先手，是的，毕竟有可能。这个口还没收住嘛，白棋比如说进来的话，还有可能这类的棋的。对，这个他就是非常干脆的就进行掉了。嗯，从局部目数来说，肯定交换倒是便宜的，但是，从全局从厚薄来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保留一下？是是是，当然保留是
有一点点问题，就是这个走的时候，毕竟不是100%的选手，现在还是有可能不理你的。嗯，这棋它是下在这里，可能也是不错的一个点。嗯嗯，确实是面对黑棋的这个这么庞大的一个大模样，你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请消的点啊，还要太难了。要判断 对深了还是浅了。其实它这个呢是很浅了，是瞄着这个靠。是是是。嗯，所以选点也是有讲究的，最好是有给自己留下下一手，找到一些头绪。嗯，长号是下的很本格，嗯，就虎一个。长号九段的棋风也是典型的，非常的这个均衡，非常厚实。对，是的。哎，你今天虎了白棋，依然是靠。靠是他是顶。嗯。虚晃一枪哈，往回走，再跳出来。哇，接下来这手棋很漂亮呀，尖，嗯，冲星位。这个可能有些资深的棋迷应该对武功正术在富士通杯的决赛中，这个五五尖冲应该是记忆犹新了。嗯，是的。啊，长号今天真的是非常好看，在向宇宙流致敬。显然是瞄的中间的，嗯，这个是目标是三颗这个白棋。啊，这个大模样作战，今天黑棋的下法非常奔放。是的，这棋挺好看的。好看。白棋就这样做活了，我觉得是打一个问号。总归有效率会比他高一点的棋吧。长。过一个，嗯，制孤的时候是不是相对来说，嗯，黑棋会好下一些啊？进攻方会好下一些，进攻方好下一些，但是也很难说。如果真的是这位没时间的双方在拼搏快棋的话，嗯，可能还是制孤那一方容易下一些，因为这盘棋的格局啊，曹老，你看好像黑棋。嗯，是大模样是毫无疑问，但是白棋的实地呢，嗯，挺多的。你想说它不多吗？我我说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我们你看，我们稍微大约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好，这个如果作为搜索官子的话，肯定是白棋，算作白棋的，是的。这是白棋一二三四五六十六十七，嗯，肯定有十七，应该有十八目。对，这个角现在点个十来目是可以的，是，但是不一定有了。这个如果处理这个的话，会影响到这个。不过可能点个十目可能不算太过分，不过十八二十八是有啊，二十八，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这个就算五目，五十目，五十目，对。如果算的，就是算的给他算的稍微扣掉一点。就这个角啊什么的薄，嗯，这块就薄，白的有四十五目失控。黑棋啊，黑棋确实是只有一块空。现在这个地方，我这地方还有头呢。黑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黑棋这块空全部存起来，这个中间中上空可能四十五目左右。很顺利的，全部的宝就压在了这个中，对，全部成空的话就四十五目左右，所以这棋不成则已，一成就是大空。对，不过这一带可能黑的还能有点攻击的余力。对，现在就看白棋啊，制孤，白棋是怎么定型？白棋制孤实战它是这样下的，嗯，尖刺，
然后跳猜疑自顾，猜疑自顾，反正那么活的当中呢还是多少伤脚、这个、有点伤脚，对对，嗯，这个脚部已经有点损了，有点受伤了啊。嗯，哎，白棋其实白棋很想往在中央，活在中央啊。这个黑棋一次啊、哦、白棋就粘上了啊、哦、黑棋点了，小杰，那么如果白棋生死不会有问题，就是这方。啊，白棋现在已经，掐，基本是做活了，是吧？啊、这块就基本上活了。将来黑棋次是先手。是的。啊，白棋如果将来这一级肯定是做活了。嗯。如果将来你这地方还没有完全联络，可能这地方薄了。暂时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了。嗯。接回去。哇，这个中央的渐渐的要形成实控了。对。其实我们要注意啊，这个地方，这个小尖就薄。因为白的这个街有强烈的先手意味，嗯，这个地方反而是会被对手有这种缝隙，嗯，出来之后这样一靠你也走不动，然后走这个呢，这一带棋形已经变厚了，对，你要拐的话，我可以就直接就扳住你，嗯，或者飞也可以，这个是一种棋形，对。他小尖，小尖的话，他是把这个补了。这个补啊，对这个连后，任何时候他总是有靠。对对对，所以补的话就是这个，有小尖，然后再被他靠起来分段，那么对脚步，他有杀伤力的这个靠、嗯，并且这个是很明显的一步棋了。对。所以黑棋这手棋应该也是必须的。好、哦，白棋跳。白棋跳进去。哎，黑棋走的也很稳啊，就虎一手。这个有点稳。不过，这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有不稳的成分。虽然这地方也稳了，但是我这地方总是看不清。这一带。这个口还是没有封锁啊，这个脚里就是空了吗？好，刚才我们说这一线呢还没有封锁完整，这个白棋说不定算下的挺客气的啊，如果更严厉的下法不知道有没有就直接这种打入的棋接着打入啊，对，他现在已经叫多一颗子还不还敢打了，是这个就是他稍微有点小便宜，嗯，他即便比如说举个例子说他这个本来罐子是小尖挡住的、嗯、他只要能拖着啊就有收获，他就有收获了，嗯，这样他就有收获了。另外这个口的话，另外这里还有家，嗯，我总觉得这个地方黑的挺薄的，应该下再狠一点、嗯、是能下狠一点是最好了，嗯，哎，这个是绝对是优势一时是吧，这飞和黑棋这个靠交换从目数来说是不是有点损，他难道是不敢进去是吧，这地方他怕他挖，有一挖是吧，哦，这也是当初黑棋尖的留的这个手段一挖，但是这个棋这一挖
肯从这边打不行，只能从外面打。这个打你两个断点嘛，对，是吧？哎，确实是有点担心啊，有点担心，有点担心，是有点担心，因为黑的是下在了这个地方，嗯，这地方它就是诺的哇，对，是有点担心，不敢走，嗯，但是好像也不应该下这里吧？这是有点太温柔了吧？太温柔了，这就是几乎是赢定了下法，嗯。哎，比如说我走这个，这不也是中央突破了吗？嗯，你现在这个挖是没有的，我可以打吃这个。这个这手棋太莫名其妙了，完全就自身联络，走了半天还不没走在目数上。啊？这样白棋赢了吗？白棋的下法好像是是赢棋下法，对对对，就是简单定型。那这两下交换之后，应该是对白棋是对这块空的没有再有，对，就不动不打这里的主意了，不打这一主意，不打这主意就赢了，因为本来。如果说还想在这个角上有所行动的话，是要保留的。对对对，至少保留这个点的先手，是这一带的先手。是。接完之后，就是不准备出棋了。他的判断就是觉着就赢了的意思，这个棋。都下得很简明。简明这种简明定型啊，赢了就是好棋。对，但是如果说最后结果呢不太满意，那可能就有点缓。对，是的。啊，你看这里定型，它是选择的转。曹老之前这个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棋啊？家他肯定把他立吧，是吧？是吧？对。但是这根尖的之后就，其实是看不清，我一直是很担心的这个地方。他要真这么下的话，我觉得长浩也是会担心的，是吧？对，这里面如果这么下的话，还是变化很复杂的，很复杂，对。但是实战是没这么走。他上了一个特别简明的这个，特别简明。这棋钻进去没有吗？这棋量我在街上怎么也是突破一点啊？这样子有没有靠？靠好像也不用太怕事了，我觉得。冲回去算了吧，冲这个长的，我说是冲这个它也是种通联的咯，断，那我冲下面两个字不要是吧？哦，冲你可以长，不是你不要长这个，不是断冲也可以长，这样也可以长，那我就只能冲这个，是吧？再冲这个，白棋活棋没问题吧？我这已经突破了你很多很多了。就白棋只要做活，就有的赚。对啊，能活吗？我这还要下去呢。你这地方并不是这样，黑棋其实也是有点怕的，太怕了。这一带，这贴下去是不是还是有眼位的？这个如果能活在黑空里边，有眼位，那白棋就赚了，赚到了。有眼位，白棋走这个也不容易死吧？就算最臭的啊，对。是的，这个好像我这拐一个还是先手。啊，这里有一扳，拐掉，对。那我还不知道走哪，哎，我是可以长吧？
长的话，我好像这个地方就很复杂，冲进去，对，很复杂。我比如说单扳过，你这个哪看得清啊？这个黑，这个黑棋。不过白棋假如觉得形势判断他觉得有利的话，他也不敢这么下。对，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判断的问题。对，好像，不过我看 AI 的胜率，这个，这小林光一的判断是错误的。他这样跑出来的话，黑棋已经90%几了，胜率已经高达90%几。哦，所以肯定那、就是、肯定是那这个是被这个是跑一个是被批评的，是被批评的是吧？有可能啊，确实是这一手就这个胜率掉了不少。嗯，不，这个太简明了。这肯定是对黑棋来说是很乐于见到的。对，黑棋大概走不出比这个更好的定型了。嗯嗯。啊，白棋搬这个是吧？这是收官，我觉得这地方小林光一是判断是错误的。哎，这之前交换掉了，然后搬。啊，那就扳机了，就是啊，这都定型了，都定型了，嗯，挤掉，啊，我看到刚才我们第一盘给大家介绍这盘棋已经结果出来了，聂卫平老师获胜了。啊，那好，祝贺聂老师。祝贺聂老师。嗯，最后黑棋赢了4目半。啊，聂老师也是宝刀不老啊。是。嗯。他把这个接上。这盘棋目前长浩的形势也是很有利啊。是的。啊，他先这里点一个。嗯，对，先点一下。点完再尖顶。挖尖。这边这两处定型之后呢，好像就很简单了。对。是吧？这个官子就我觉得这光一好像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就这样简单的就输了，目不够啊。嗯，这个点目难道不会点吗？这个哦，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不是已经结束了？看，好像是结束了。对，从这个表情上来看，我觉得是很直观了，是吧？应该是长浩赢了。对，这个哎，但是光一。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下面光一还是在坐在棋盘前很认真的看着周围，他也没什么人。嗯，应该是结束了吧。那哎，或者是有别的什么情况吗？啊，会出现别的情况吗？还是网络上的问题？因为线上对局啊，工作人员出现要么是棋局结束，要么就是出现一些，不是，就是现在网络的传输基本上跟段子也都收完了。看看，哦，那是要数棋了吗？嗯，形势是没有出现什么太多的变动啊。是的，啊，没关系，我们是不是还是跟上棋局？我们还是先看棋谱再摆下去吧。这个这应该是长浩赢了。嗯，因为棋局进到现在应该也没有太多的变数。对，他现在立，立这个，他小尖，嗯，先点一手，这是官子好手是吧？骚扰一下，骚扰一下，对，试一下硬手，嗯，然后再尖顶。加，嗯，接上。好看，现在这个现场的画面好像还要再继续进行。还在进行？这刚才出现什么状况？
那刚才可能是有网络的原因吧，啊，这个网络故障或者是技术问题，啊，这也是对现在这个新情况啊。刚才看这个画面，我以为是下完了，但是看小林光一的样子又不太像，小小的插曲。嗯嗯，我们还是继续。没事，这个问题现在长号的优势很明显。对。而且没有什么太多的变数了，你看各处基本都定型了，现在是剩一些小关子。白棋走这个的时候，白的尖这个是吧？嗯。这个跟死活也没有关系啊，打吃就可以了。对，打吃如果接上打吃就立了。啊、哦嗯，这个活得很简明。对。从现在 AI 给出的胜率来看，确实是黑棋是压倒性的优势，九十九。但虽然九十九，我不知道这个具体啊，有的时候九十九可能也是个半目一目的胜负，也很接近。嗯，尤其是现在应该不像，因为还有很不止半目，肯定不止半目、嗯。对，现在因为还有很多未定型的地方。遇到后来就是到最后阶段，比如你99%的话，可能也就是赢半目。嗯嗯，我们现在看画面又出现什么状况了？我们中国棋院的工作人员都围在了长浩的身后。对，但小林光一后面没有日本棋院的工作人员。化学明领队。对，身后是这个。我们中国棋院外事部的刘瑞明，还有这个韩方代表是吧？那是这个是李哲友，不知道他作为中方代表还是韩方代表。嗯，李哲友经常担任这个安检员，对，都要检查一下。这个样子应该是下完了，否则怎么能对话呢？你看着我们，但是日方怎么没有人？那个、对，华学明在和长浩对话，长浩也已经在讲话。我那时候听到一个故事，就说小林这个、小林光一九段、全盛时期啊，就这个地位非常高，在日本期间，就是比如他在巡场的时候、就是在赛场巡场的时候，日方有工作人员要专门有拿一把椅子跟在身后，是这样吗？啊、哦，没有怎么是这个有点传奇是吧、就是？传说了。没有，就是说他真的会到什么地方站着比较久的话，可能会有一把椅子递过去让他坐。哦，那还是很有地位的。不会一直跟不会拿着椅子一直跟着他，谁知道他有演绎的成分？对、嗯、是。所以小林光一九段呢、现在我觉得应该生活也很幸福，因为他现在是应该说前段时间他的孙女啊，外孙女，是外孙女，是全美的他的女儿的女儿、外孙女也是刚刚成为日本棋院的职业棋手。职业棋手是、应该是他们四代都是职业棋手，这是名副其实的围棋世家了。是的，不、并且四代是就是怎么说呢？是应该说各有夫妻，或者说各有两个人是这一代的代表人物。比如说小林光一的他的丈人是木谷实。对。木谷实那当然他的木谷实太太不是职业棋手。但是小林光一是娶的是那个小林离子，后来叫以前叫木谷离子。就嫁给小林光一之后呢叫木谷离子。这都是棋界的佳话、这个。对。然后他的女儿小林光一跟木谷离子的女儿小林全美嫁给了张许，对，也是旅日的棋手，对，台湾旅日的棋手，对，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位棋手。嗯，然后全美和张许的下一代又成为了职业棋手。对，至少他们这前三代都是棋界的，不仅仅是职业棋手，都是代表人物，是代表人物。对，但是这个接下来，他们这位这个压力很大，这第四代叫新城哈、张新城啊，究竟是能走到怎样的高度，还是拭目以待？这个压力太大了。哦，现在我们看到
棋局是结束了。那么、这个是应该是长号九段获胜。哦、但不是啊，那个光义怎么还在叠鼠标？现在这个画面，嗯，已经结束，可能是在点墨，在复盘吧，在嘴里在念念有词是吧、反正谁也听不清啊、哦。应该是我看看最后的结果是出来了吗？结果出来了，这个黑棋还是赢了不少，黑棋最后是赢了13.5目。赢那么多呢？这也是，就是，我觉得是黑的会赢很多，但是不知道黑的会赢那么多。嗯，好，我们现在还有时间，曹老，我们还是继续跟大家介绍这个，把关子再稍微再摆一摆这个棋局。嗯，虽然已经知道了结果，还是要再欣赏一下。今天中国队这个气氛就比较好了。两盘都赢了。其实今天中国队是比较辛苦的，昨天刚进行完这个中韩对抗、今天是中日的对抗。对，嗯，这个一看这个赛程的安排，这个大家就一目了然。这是韩国人主办的比赛，韩国队这个日程非常好，他是昨天下，明天下。不过总得有一个队是连下两盘。对，但是这个是排出来的，不是抽签的。啊、哦。这个大家就懂了。啊，这个不是一个队啊，这是中国队连下两盘，韩国那个日本队也是连下两盘，今天下明就是最好的排法是中间休息一天。啊，那对，那就没问题了。只有一个队可以有这个享受这样待遇。是的，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是回到棋局啊，棋局。现在虽然说胜负可能悬念已经不大了，他这个是，他煎了一下，煎了一手，接下来顶，这个也顶过，挡住，长也长了，长冲，好，小尖，然后白棋要入小尖。小林光也可能有点想不明白，怎么会输那么多？再冲。他退。接受补一个啊，这地方还能拖进去，拖的关子比较好是吧？这个白棋没有办法，只有吃这个吃掉战术，这样定型中央，这个进去了，这地方进去了，一起块空线太大了。对啊，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前面啊，前面的地方的时候，就当白棋就清消这个的时候，对，现在是等于什么都没清消到，清消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全部被黑棋成空，白棋唯一走到就是比刚才看的空多一点地方，就这个地方稍微多了几目棋。但是也不见得多，脚里被黑棋所获。刚才我说这里多一点。刚才我说这块黑棋如果全撑住的话是45目。现在应该不止。我现在我看黑的多少目？10目。20、21、22、32、33、34、35、36、37、47、48、49、50。哇哈。远远不止啊。65目。白棋就这里刚才点了5目，现在会多一些，这个12345678910。多5目。对，这所以这多太多了。对。多了20目。就是白棋最后一直没有真正的打。进去，对啊，没有真正的破坏这个黑棋的大本营。最后这一下都没有最后穿进去。嗯。这个小林光义这个胜负感，这确实是不如20几年前了。哎呀，
可能也是有点久疏战阵了啊。嗯、小林光一其实在日本职业棋坛的话，他一直在参加比赛，现在还在参加，对，一直在参加。嗯、只不过当然他的胜负心啊什么的，当然跟以前是不能比了。日本好像是这样的，如果说不参加他的七大头衔战，嗯、是要需要去正式提出申请，对，要么请假，嗯、要么就表示这个叫隐退，隐退，对，否则你是有义务来参加这个棋战的，是啊。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是成文还是不成文，反正是有这么一个传统。对，他可能隐退不隐退可能待遇上可能会有点区别，虽然应该是不会太大啊、哦、待遇啊啊，可能会有一点的区别、哦、比如说日本棋院是有棋手是有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的，是吧、特别少的工资，有固定的工资，这些除了他们对局费奖金之外，对啊、一个象征性的，所以不知道隐退之后、嗯、这方面的待遇是到底是什么样啊？那就不太清楚，应该也 对小林九段来说，可能这个关系不太大。对，是。好，我们看刚才是拐，接下来拐打。挤这个，对，这关子越来越少了。这个是先手，这个要补一手。对，不走的话，这个可以飞点。点，嗯。啊，这黑棋关子也下得好，这挤是挺好的，还能顶上。嗯。如果这后面，刚才我们说后面是黑棋赢了13.5目的话，对。那现在真的是胜负没有什么关系，没关系。不过这盘棋，我觉得很遗憾的一点就是，小林光一在他的后半盘，也许还有胜负的地方，还可以一争胜负的地方，他没有下出最强手。对，比如说就这个地方，嗯，他肯定应该拼一下。对，就这个是安乐死的状态。是吧，他把这个纸跑出来不太一接上，只能说可能当时判断是不是有出现了一些误差。对，嗯，对，如果知道这个差距不小的话，应该是要拼一下的。棋差距那么大，他怎么会，我觉得白棋的下法完全当银棋在下。小林光一九段其实和聂老师同龄人，几乎都属龙。对，听讲，但我们看到刚才聂老师那局棋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的，包括像昨天曹勋璇哈，曹勋璇老师这个对长号，那也真的是很非常的犀利、啊、下得非常好。 嗯，这个是黑棋的权利，撑住。嗯。嗯。顶过来。啊，吃一下。不过看从刚才的那个画面来看，嗯，小林光一老师好像也是有点困惑，可能觉得哎，怎么差距这么大？也许是知道是输了最后，但是觉得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差距？对，点目点错了。对。嗯，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啊。对，不会犯这样的不可想象失误的，不会出现这样的失误。嗯，嗯，贴这个。把这个接上。嗯嗯，现在都是很小的关子啊，这一粘就是你收一目。
你说一物，对，你说一物可能会强一点，会强一些啊。对，我这种地方它是这样，嗯，就是说，比如说冲掉，嗯，白的把这个冲掉，可能白的应该早先冲掉了，这个地方你可能一目棋已经没有了，因为你看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嗯，这个地方如果黑的要硬走一目，这个味道不太好啊。如果它气全紧了，我不是。如果这三口棋紧了打吃一断，嗯，这个要出问题。对，这边还要打吃。不是味道不好，大概不敢这么下。嗯，那等于一冲不一定肯定出棋了。一冲这目棋基本上。接上，比如说你断，嗯，我打吃这个地方有没有棋呢？也不一定是一定就有棋，但是作为赢棋方来说，不会撑这一目棋的。是。这个就是说冲这个占比逆手一目可能稍微要大一点，至少我觉得应该是一目半，至少是省了很多劫财。作为赢棋方的话，黑棋不会让当白棋把这冲掉之后，黑棋走这一目棋是没可能性的，我觉得。对，所以这个就相当于应该是逆手一目半。嗯，提。嗯，这个还要走进去，这个寸土不让啊。当中白棋，当中还要打一个劫是吧？当中白棋是走了一个黑的才铺，走一个黑的铺进去。哦，对这个。提将做劫。提。白棋这个劫还要打赢哈。嗯。黑棋这个劫还要打赢白棋。嗯，白棋粘回去了。嗯，粘回去，那应该是快完了，就吊吃一下。嗯，提掉。两目，守两目。嗯，吊吃。掉。嗯。这里是搬，搬一个下的巧妙一点，很巧妙是吧？逆输一目，他走这个，再把这个接上，他就是立的，这立先手要搬过，所以他挡住再粘。嗯，这个地方等于是这样的哈，他下的好。就是这手棋他是下的好的，他是一个硬手，如果你下的照呢，他就下的照了。嗯，你一定要搬，搬的话以后这地方你又要补一目，我可以接上。如果粘，他可以立。哦，是，对吧？这个黑棋先搬，是一步关子好手。可能最后又便宜了，可能半目一目棋这就现在是已经胜负无关了。对。嗯，这个半目。打直。接上。这个三片结都粘住。嗯，最后这个结还是黑棋打赢。都是单关了，没有了。还有一个单片结。对。这地方小林光一为什么就给他就打赢了呢？怎么这个地方都不断上去试一下呢？嗯？他先提结，现在先提结，他吃。嗯。是不是网上对局对他们也有影响啊？这个网棋和在棋盘上感觉会不一样啊，会有一点是吧？嗯，有些这个偏差啊。对，好，最后这棋黑棋粘住，不是白棋，其实还可以顽强一下嘛，这个断一个再打打劫。
上头现在应该是胜负，我觉得他应该是判断，对对对，已经比较清楚了。这个他应该断上去吧，再下一下。可以再试一试，他这个地方一直就没结，这个结就放弃了。嗯嗯。最后，黑棋白棋把这个一粘，这个就现在只剩下全都是单关了啊。是，最后黑棋是。好像以十三目半获胜。对，收完单关之后，黑棋十三目半，那很多了，盘面20目了。嗯嗯，这个差距就比较大了。对对对，差距大是。嗯，好的，那今天呢，中国队确实是还是表现的对，表现不错啊。是这个聂老师和长浩九段师徒是双双战胜了日本队的小林光一和伊田积吉九段。嗯，那么。这第一天、第二天，中国队是一胜一负，啊，后面还有四场。其实这个比赛最后决出名次的话，是比谁的胜局数多啊，就是每一局都是很关键的。那我们就是相当于这两天是2-2，对，两胜两负。对对对，嗯，其实我们下一轮下一个。第二轮嘛，我们对韩国队对日本队都是很关键的。日本队我们要拿到满分，然后对韩国队呢，当然也是满分，那当然非常好了。对，就可能应该就是我们就是冠军了。对，但是如果拿一分，要聂老师拿。聂老师是要算一台是吧？对对，队长他是队长，应该是聂老师算是队长吧。好的，那明天呢就会是一个中韩日韩对日韩的对决。当然我们希望就是他们能够1-1打平，就是日方最起码要能赢一盘棋。嗯，这样对我们中国队最后能争取冠军是比较有利的。是的。那么好，那今天的棋局呢，我们也就欣赏到这里啊。非常感谢曹老师做客演播室和我们进行精彩的点评。对，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再见。